们好客，你们都好客套。我们应该说，应该说就是我们跟 Kimberly 都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也就是在这个各式各样的人都有的这个圈子里面，我们都是属于比较偏大胆，然后比较甚至有点疯狂的类型，对对对。然后所以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这样近距离的谈话，什么就蛮爽的。你今天穿搭也都是比较大胆，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今天特别穿搭？像我就是很喜欢穿裙子，对，就是大家如果在 follow 我，我一定会穿裙子，因为我觉得裙子比裤子好看。对，然后所以这个裙子也刚好搭到这个和你们的这个鞋子，整个感觉就很不错。对，我今天走的是一个撞色的概念，就我两个丝袜是不同颜色，然后刚好配上这双鞋是非常缤纷，我觉得很搭，对，很好看。我喜欢白色，然后喜欢有洞洞。那件是可以脱掉了吗？外面的比较大，太大了，这边空气有点冷。哦，我其实是这个马甲，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广告而设计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它很厉害，因为它就是鞋底，对，然后看不出来，因为想到用鞋子就是马甲，但我觉得它很喜欢，我喜欢束腰的东西，因为我比较。对，然后也跟我们一起一样穿这双鞋，觉得很好看。Yes， 对啊。好，我觉得也是，对，因为我主要就穿一个短版衬衫，就是比例就好。然后也是这样，我这个夏天就穿洞洞背心。然后这双是原本搭配狗狗，但我自己也很喜欢，所以我就刚好跟狗狗各取所需这样。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像密显的有点末世的定派的感觉，然后刚好 Vader 这双是有点军规仿军式的样子，我觉得非常合适。因为谁？我希望可以在年底之前发行。对，我也比较偏慢，所以希望。对，跟新作品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我想一下，我可以说什么？好像就是我觉得跟之前不一样，因为我上一次比较大的专辑是做 mixtape， 然后上一次是自己写了30多首歌，那那就比较没有规划，就比较乱一点点。对，就是一个 mixtape 的概念。然后我觉得不能再乱，所以就是想说这一次的就是专辑的主题跟整个 theme 都非常的就是比较正确，没有像之前那么。还有老师们都会跟我们说，就是我们这个地球，这个 Mother Earth 非常非常的宝贵。那我们未来要就是在它上面活着，我们都要对它好一些。是，所以我非常喜欢就是回收再利用啊，还有 sustainable 永续的，就是一些行为，我觉得很重要。是，说在澳洲的时候有遇到缺水的问题，对不对 ？Oh my gosh， 真的就是。从我出生到去学校，或者升了国中、高中，其实我一直都记得我们有这个缺水 drought 这件事情，然后非常的难过。你会看到很多野外的动物都没有水喝，你会热死。然后澳洲超级热，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可能7、8岁，澳洲已经到了42度，对，已经这么热，所以其实真的很缺水。然后我们去学校的时候，老师都会问我们说，妹妹，你今天洗澡洗了几分钟？那我们会有一个类似像一个 competition， 然后就会选择 Kimberly 洗了1分钟，Cassie 洗了5分钟，然后我们就会就是为了要就是真的要 save the water， 然后就我记得小时候就是会让头发湿，然后再摸那个 shampoo， 然后把水关掉，然后再把自己弄干净再去冲，这样子才真的可以省到水，也不能洗车，也不能浇花。然后就是真的要非常的节约用水，对不对？谢谢我们现场这么多媒体朋友们一起来到呢我们 Palladium 啊 Tomorrowna 军种潮鞋新品预览会的活动现场。那我们请我们 Kimberly 先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左方好不好？来，我们给我们左方的朋友们一点点镜头的时间。好，3、2、1。好，那么右边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右方的朋友。3、2、1。好，那么问一下我们现场媒体朋友，还有哪些要补画面的，帮我举个手好吗？那我们再给正中间一点点时间，好，正前方，正前方，好。
正前方的镜头，好，最后3秒，2、1，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开心，看向前方的镜头。好，我们这次呢也非常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美秀集团来到了我们 Palladium 一起来帮我们站台。然后他们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穿着也是这种大胆突破的一个风格哦，然后跟我们这一次的永续好环境永续的一个理念。好，看向前方。好，那我们一起看向左方的镜头，我们给左边的媒体朋友们。